那接下来就是这个名字让我们非常好奇的这部剧了，叫做《三千鸦杀》。我们也请露丝和叶城来给我们打招呼，好不好？露丝先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赵露丝。然后我在《三千鸦杀》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个亡国公主复仇，然后她叫晴川。嗯，好的，来叶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郑叶城，在《三千鸦杀》中扮演的是露丝，你来点我一下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就猜一下他演的是什么。反师。鹏鹏立刻说：“这是开，这是关，是不是？”我看到你跟我对视，这个是什么？他是一个在发光吗？还是发芽？他演的角色是一个灯芯，一颗灯的。郑叶城在《三千鸦杀》里演了一颗灯芯。对。对，然后他是一个不寻常的灯芯，是一个守候了千年的灯芯。对。嗯，所以如果我们想知道更多的内容，必须要。打开芒果 TV， 对不 对？打开芒果 TV， 对。好的，那么大家都很会做宣传，那么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《三千鸦杀》。